对对对，跟我们那个不成年的孩子一样，他如果他眼睛那儿比你还要更严重啊，刚开始只是皮肤白了啊，慢慢慢慢这个眉毛啊，头发慢慢就白了啊，脸上相对来说神经肌肉血管更丰富，相对控制的要更快一点，肤色也更快一点啊。你看这都是发展期，你现在这种情况哈，脸上呢80%的已经白了，但这个时候呢你不能采取什么疗法知道吗，脱色疗法，不能把它脱掉，不能把这些正常的脱掉。嗯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脸上黑色素细胞它是保护细胞，如果全脱失脱掉以后没有细胞的保护了，它后期的话会出现其他的并发症，清楚没？嗯，所以不能脱掉啊，你看耳窝里头，嗯，这些这儿都正常的啊，看耳朵里头，这是原来胳膊那块，嗯，看双手手腕，手背上整个是一个发展期，首先让它不要再破了，嗯，再往正常上面去走了啊，然后其次呢是它的颜色是恢复，看左胯骨右胯骨，这个地方呢。平常呢容易摩擦受压，因此呢我们穿裤子皮带稍微松一点，不要太紧了啊，影响代谢。看肛周也有，肛周这个部位的话它潮湿，平常呢不透风，所以因此的话我们要把它保护好，否则它扩散的皮其他地方还快一点。